穿细致哦。对呀、啊，对，蝴蝶袖都可以抖一下。哦，这个按摩器。宪哥最近研发的小型防水按摩器，宪哥研发的东西怎么可能只有按摩的功能呢？它还有什么功能？我来带你去试试看 ，Go！ 万用。下个月要回花莲了，我再抢不到票，就要连续十年过年没办法回家了。太瞎了，太瞎了！那我要打喽。猜我在干嘛？猜我在干嘛？我帮忙。真的？好可以的，防水的，防水。身为一个专业的牛肉面师傅，不管你是在上厕所，或者是坐电梯赶通告的时候，随时随地都要一心一意的塞面粉，但是塞久了，肩膀会受不了啊。这时候你就需要按摩器，让你的肩颈不会再酸痛哦。哇，真的吗？不是按摩肩膀，哎，这成本就太衰了，你的肩膀就不会酸了。真的，肩膀完全不酸了。哇，很棒啊！哇，来了来了来。防水的，哇！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强项，强项，你用这个优势就对了嘛。哎，哦呦，这个会，这个古拉就做不到的嘛。他没有，他有长发啊。哎呦，坏坏，哎呦，不会吧？太性感了，我的妈！哎，这个要拍掉，我女生她就做不出来，那就肉松了。枪帮不错，那我是先讲评呢，还是怎么样？先讲评，简单讲，他这个确实有把这个几个特性用到，对，为什么？比如说防水的部分，对，他打扮那个，还有这个肾的那个麻酥麻的 feel， 对，也有讲出来，他里面去打蛋，因为他那个震动的那个频率啊，是业界里面最厉害，对，他整个影片。运用到人的最大优势，对，影片做出来，第一个有时候商品本身你不要太介意，他们这一种专门乱搞的，反而观众爱看，对，人家有骂有评语有什么，对，都没关系，就是不要让人家不去看，对，所以这个是重点，其实就是需要你这种厂商，因为有时候厂商太估摸说，哎，你这个样子我们限制很多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观念太保，时代真的不一样。台湾大热门 Walkie Voice Feat 结合，嘿，献给你，原音重现。我赌了你，哦哦，我想让你也是，你却对我说 No。我赌了你，哎呀，你男友玩米头摸，不如养一只狗。我赌了你。我的钱包很好烫，我赌了你，哦哦哦，我赌了你，今晚给你喝牛奶，我赌了你。一看到你，我的心对你就一见钟情。你长得像我以前的女友婷婷，我搬了新家，地方就在树林，我决定要带她回我新家。我知道你一直看我看得很着迷，你在我家东奔西跑顽皮，
玩笑结束，该办正事休息。完事后对我说，送他回家。今天太累，我懒得送你。可是是因为你家住太远，注重你。你别如果我无法送你。Yeah, I know, 老婆又回来了，你叫 Uber 送你呢。人对才对嘛，对啊，哪一类型是你喜欢的？来来来，有才华的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的林小姐，南美林小姐，我喜欢阿米老师。我喜欢阿米老师，请出来互动。没办法，我这边拍不到，拍不到，拍不到，请出来互动，谢谢。不要，今天阿米老师拍不到，今天老师露脸的，阿米老师，阿米老师。我跟你讲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还没有讲完。阿米老师家献的家和点歌的合体，阿本老师家所有的乐队老师。你做一个分析哈，因为我其实都喜欢比较特别、特殊一点。这女生感觉锵锵的，脑子不太正常，很适合我，很适合你。我脑子也不太正常，很适合好啊。他刚好配在一起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一坨猪脑这样。言下之意，你已经选好了。选好了，三二一，请选择南门。南门。哦，要这位对不对？来，北门这位遗珠，这位你不要哈。没关系，感觉很漂亮哦。南门，哎，四十几个人，欢迎他。一二三，北门的这个遗珠。你竟然淘汰了。你怎么可能淘汰他？哎，对，看棒球都会看到嘛。好可惜，而且你，哎，你们是出唱片啊？对，我们发行了最新的单曲《Love Me More》，然后目前在各大数位平台都已经上线了。不好意思了，今天没有选你，好吧？那没关系，至少已经也宣传了唱片。宣传一下，《Love Me More》，《Love Me More》，来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加油！好的，哦，超过四十个人，这边超过六十个人追了。哎呦，我准备好了，酷炫，你爆喜啊！六十个人追，来吧。跟你互动，二三开。来，我们好久不见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你为什么牙龈这么露？因为我是吴尊的妹妹。哦哦哦，错了，整个你是八两斤的妹妹。头发，头发放下来，不要再装了。OK OK， 头发放下。八两斤，你是吴尊呢？八两斤啊，好猛哦！两位这么不愉快的画面，我们赶快进行，好吧？互动互动，两位还是要互动。哎，但是我跟你讲哦，当朋友有什么不可以？对啊，对啊，缺朋友。而且也要互动。你喜欢伟哥吗？就我们团里面另一个头，伟哥跟你有夫妻脸，你们好配哦，个性跟你完全是一很不一样，对啊，聊得来，你怎么有点像一个网红董仔？董仔，对耶，董仔，好对，像真的，真的上那期之后超多人讲，会不会很气？男生都是用那种感觉，好像你不是特别这样，男生都是下半身思考。哦，我看到你不会用下半身思考，我看到你不会思考，你放弃，完全没有下半身，一起一起甩，好，男生给女生啊，发生抛高高。一二三，抛高高，发射！嘎吱窝，抓抓虫神器，什么意思？有抓蟑螂窝？你有你有洗吗 ？Oh my god！ 你会有狐臭的问题？会不会你碰不到碰不到？碰不到吗？这个是我们上一集拿来抓抓蟑螂，还好不是用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嘎吱窝，两位啊，对，挠痒，对，挠痒痒的时候要说奴才给娘娘挠痒痒。哦，要有感情，要有感情。十秒挠痒痒，要深情，要深情。预备，开始。奴才给娘娘搔痒痒啊！我喜欢，爽不爽啊？好爽啊！痒痒的边，好爽啊！嘿，好，谢谢。还要交换？停停停！哎，我不想交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交换，等等，各位，怎么了？已经录完这段，我才发觉，这一次应该是抓蟑螂那一个吧？耶，爽！
我的时候抓蟑螂，这一次是抓蟑螂那一次，对不对？不要，我害怕，我会丢椅子。抓完蟑螂，有洗过吗？拿来玩挠痒痒。我们的军备到底有多拮据？在挖机吗 ？OK， 好，谢谢两位啊，带回去，带回去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叫做陈瑞维啊，完了。陈瑞伟，这个声音好，勾一下，就是奇奇怪怪那一种。他讲一句你就听出来。对啊，第三十名啊，还 OK 啊。你是哪一个比赛三十名？第三十名，我有参加过超偶，也有参加过这个宪哥之前我猜节目后面的一个一个片段，亚洲新宝贝有得到三十名的这个成绩。哇，他是有在模仿别人的感觉。亚洲新宝贝，亚洲新宝贝，这是谁啊？这是什么？这也是歌唱比赛吗？他是算是那个歌唱以及这个说唱比赛。我知道这个人，真的假的？强的吗？应该是一个团体的人，对不对？团体，这样被你听出来。应该是一个团体人，我已经听出来。团体 ，SHE 对不对？差不多。太低了，太低了，不要乱猜了啊！差不多那个风格也是从我们节目出来的，是的，真的是。哎，等下，那你有得名吗？你亚洲新宝贝？不，要三十名，有没有得名？我不知道，但这个人有得名。这个角度就看出来了，真的，这个角度，你真的是未卜先知啊，大哥。啊，你看那个鞋下半身有没有？一直在看他的鞋。听说今天是他的正装哎，对，正装，他算是盛装出席。那我们赶快来听听看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哎呦，哎，你干？哇！哇，叶启田真的来了。是不得已啊，如林中情，咱的中国气就无归安先不要，这个不用转，这个就是那个 Wacky Boy 的伟哥，先不要，我要唱你的，先不要。不要出来，不要出来！哎，你是淘汰的呗？你那个，先不要，你唱几句我听。对啊，你要讲说会唱，我们听。来，副歌的放，先不要，就跟你说的先不要，我现在要，待会又不要，不要。好，停，先不要。来了又不要，来了什么第三十名，然后被淘汰，还然后现在唱这个歌再给我，对啊。来，当然是先淘汰。你说在那个什么比赛里面拿第三十名啊？哦，对啊，还有那个超级偶像也拿过那个海选之星哦。对啊，考虑一下是吗？哎，我觉得很难得有人没有露脸，我们看鞋子就知道是谁。我跟他们讲，火车能八股的吗？可以的。啊，来八股八股八股。可以的。伟哥，伟哥，我会想你的。不要，他要搞垮所有比赛节目，就是来，一起来看看下。